法眷报恩追思文，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世间，令众开示悟入佛之见，使得清净，众生得多善调化教化矣，趋向解脱，遂至慈悲喜舍圣寿命，入半涅槃，恭维中华古历壬寅年贵月初八日，公元2022年9月3日，法眷弟子、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，前修香花果明六味摇扇，至诚顶礼献供于恩师上净下空老和尚莲台坐下，痛曰：净极光通达，极照含虚空，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恩师上人树根深厚，始至倡导和平，青年福海来台，师从方东美教授，得闻佛教是哲学最高峰，终身信受奉行，追随张家大师学习看破放下，力行才法布施，亲近李炳南居士十年，随师教诲，奠定师承基础，头里白老座下批度，毕生讲经弘法圆满62载，网路卫士教学，法音普及全球，广弘各宗经论，导归无量寿经，心怀佛教三系十宗，赞助兴建僧伽医院，奉行生生护赞，唯愿佛法常兴，弘扬净土法门，创立净宗学会及各地弥陀村，落实净业三福，暂修六合净法，常识一门深入，老实真干念佛，振兴中华文化，力倡修身为本，广行仁慈博爱，创建道义家庭，敦厚社会风气，实现礼义家邦，倡导宗教团结，做出和谐典范，提倡普世教育，端正世道人心，广泛印证法宝《大藏经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四库会要》《国学制要》《群书制要》，流通全世界，成立弘法人才培训班，赞助国际佛教大学，提倡育幼养老等社会慈善，贡献巨大。恩师上人
和蔼可亲，慈悲接引大众，对弟子平等关爱，令我等如沐春风，一次次语重心长的叮嘱，让吾等拓开心量，坚定大愿，一声声勤劝复讲的期许，令弟子勇于荷担如来家业，一幕幕悲悯关切的眼神，牵动弟子众等为法珍重，长养善根之愿，一番番老实念佛的警醒，更让我们看破放下，积聚净土资粮。恩师上人，发无我心，舍己从人，不争人我是非。师父，您老人家发大悲心，全年精进不懈讲经，年逾九旬，奔波世界各地，只为促进世界和平，饶益众生。弟子众等，谨记恩师两句心得与二十字纲领，静心信受，时时奉行，心不颠倒，勇猛精进，以报法汝深恩。处逆境，随恶缘，无嗔恚，业障尽消；处顺境，随善缘，无贪痴，福慧全现；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恭祈恩师上人于极乐世界悯念众生，不舍顽愚，早日成愿再来，心大悲，民有情，眼慈变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整济负荷，皆度彼岸。今日原籍土匹大典，吾等弟子至诚向恩师上人行礼告别，法眷弟子、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，诚挚恳切祝祷，恩师上人，福愿轮回诸趣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时为公元2022年9月3日，法眷弟子、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，至诚顶礼叩拜。